就是放进让它喝水嘛。真渴，就是可以喝一整桶水的。山里比较贫穷，就是羊的价钱比较高，就是爸爸决定说是，就是把养些羊，在困难的时候可以补贴一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兰州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:50，地面温度-30摄氏度，27华氏度。飞机还在滑行，请不要站起来，保持安全带系好，手机关闭。来自兰州，我在动线上承担发放棉内衣的工作。我叫顾杰，我家在兰州。我是台湾苗栗过来的。我来自台湾。我是熊龙，来自台北。我是黄慧，来自台湾的台南。我现在在那个高温乡政府工作。我是叶萍，我来自四川乐水。然后我今年24岁，今天的发货心情呢特别好。我今天担任的是动线组的那个发放大米的一个工作。我叫王永安，来自青海省，西宁市怀远县。是我第一次参加发放，但是真正跟团队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知道，就突然觉得很踏实。正眼上的人间菩萨大招生嘛，就过来了，做得很欢喜，能做就是我们的福报。我来自广西南宁，参加这次发放，虽然天气很冷，但我很开心。看着大家那么高兴，我感觉不累，特别开心，感觉就是与民同乐吧。然后大家高兴，我也高兴，感觉到自己很充实。虽然身体很累，但是心里是暖暖的，非常的欢喜，就是。今天我们要跟1095户，有5000多人的相亲，结一份好缘啊！然后有你们的协助，真的很开心。待会开箱以后，找两个空纸箱的袋子哈，纸箱把它拆开来，放在那个生活包的前头。垫在地上，那个包包不能放在地上，好吗？那个是我们要给相亲的东西，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地上。棉袄很好说，棉袄就是男女同，对，一定要拿对哦，哈，因为我们拿前面拿错了，到后面就可能铜就没有了，或者拿错了以后哪一个尺码没有，就很相亲就会觉得很失望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听清楚，听不清楚再问一下都好。远从四川而来的志工团队圆满完成了雅安冬令发放后，接续跨省来到甘肃，首重任务是要带领初次参与的当地志工，可以说把我们这几年在四川发放的一个经验哈，然后等于又到了换了一个地方去实现它，重新的去印证它。师傅，你在算什么？我把场地给，就要画图给他们，给所以要把场地给当地政府，所以要把场地的数据给他，这样的话他就比较明确，知道我们整个规划起来几米啊，他就堆放物资就比较容易一些。这你第几次参加活动？应该是第9次或第10次。到了这边这条线呢，我们叫转弯，转弯。好，来到这里，生活包下一个是什么？
大米哦，大米你要还抬那么远呢？不对，棉内衣裤，对，就这里就放，因为棉内衣裤小小的，它可以放在它那个袋子里头。要不就长一点，生活用品给他。对，像甘肃的。有很多是第一次的子宫，不单要承担起这个工作，还要就是转换角色去陪伴，尤其像来自新疆啊、青海啊，就还有兰州当地的子宫。你们在教东西给人爷爷的时候，一定要爷爷来，您看哈、哦，这里一男一女两童，啊，您收好四件，我给你放在你的。袋子里面那个棉衣的袋子里哈，要有附送的动作。三男一，同一送五。因为这次人比较多，而且呢，我们很多来发放的职工是第一次来发放，所以他们对动线上的熟悉度不够。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慢一点，让大家熟悉动线。男三女二，一共五件。来，男子您拿好，新年快乐，这边走。像在甘肃，就是比较不熟悉嘛，对四川团队来说比较不熟悉。到甘肃的话，就是时间非常的短，那在很短的时间要去磨合跟默契，哈、哦，这个部分是比较挑战的。七件而已，哎，这有点七件。他们这一次比较不一样，就是他们很多事情就是变成要自己去规划。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变化。和过往参与的发放经验相比，这次任务却是重新分配。我以前是每一次的发放都是生活组，每一次的活动都是生活组，所以这一次很荣幸的站在动线上，而且是很关键的这一个合章的地方，所以我还是很忐忑很紧张。我就想你一个人怎么能拿得了啊？第一次来甘肃，我在四川几乎都是在活动，很难有机会到动线上来。真的90度鞠躬跟大家说感恩是一件也还是蛮幸福的事情。梁彤，好，感恩你，祝福你，哎，谢谢，我帮你放。以往的话，我就会想到，哇，该什么动作了？我要去抢什么画面？我要干什么？哎，那你们当地的领导在吗？对，我可以说就是他妻子。啊，就是他妻子，他是你们村的对吧？就是。好，因为以前是用摄影机，然后看相亲，就是完全没有，就是一个旁观者，第三者。可是我现在我感觉是我更走进相亲，然后他你就给他过，因为他们当地的领导在这里。哎，那对，他们是夫妻。然后团队拉到外地以后，这样子又跟另外一个团队。好几地哦，四地的哈，大家怎么来共同融合起来做事，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。我把你们带到这儿，这儿把你看一下。像这是放眼所能看到的，这样一望无际的几千亩土地，全部都种的那个西瓜和那个啥，紫瓜。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个高来乡，我说28000多人，可以说是100%的都是种这个东西。稍微跑一点，那个土它就出来了，大概有这么厚，也就是将近10厘米吧，就是这么厚。如果太厚，那个种子它就扎不了根啊。甘肃靖远县的高湾乡，海拔1300多公尺，和邻近数个乡镇一样，都以瓜类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。西瓜到6、7月份就这个收日有这个收成，就开始成熟，然后紫瓜到八九月份就成熟，紫瓜和西瓜一成熟的时候，这放眼望去一望无际，都是碧绿的一片，真的特别好看。啊，这还得厉害点。是梅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产的瓜。啊，也就是，
由于今年的雨水下是放不住的，所以就现在都没有。这个是大变小，这个被冰雹打得比较少，比如说西瓜、紫瓜，就打得比较严重，就是出售特别的不好，特别不理想。入夏正期待丰收时刻，却遭逢冰雹袭击，全年的努力损失了大半，临冬严寒也只能无奈解决过年。最小的冰雹有这么大，豆粒那么大，最大的基本上要拿得这么大，一下子下来以后就把那个瓜呀整个就打的全是洞，全是洞，然后呢过一个礼拜六天它就整个就坏掉了，坏掉了。买西瓜往年一亩地要卖到1800-2000元，今年一亩地买西瓜500元。贫瘠的环境是天所赐，也是考验，然而奋斗的容颜淬炼出生命难得的质朴。西瓜瓤瓤是红的，而且那个籽比较小，比这个更小。像紫瓜里面是白瓤，是那瓜子比较大。这瓜放的时间长，比较柔，切不开。一口瓜，一口馍馍。比如我们光吃馍馍，又是吃不下去，就是下一些瓜，有甜味嘛，就是吃的香，放在一起吃嘛。每天都要去拉水吗？还是多久？3-4天拉。3-4天拉一次。拉一次。这整个都是，最吃的这个。黄米，挖好之了，菜还最吃的这个。那你们每天吃这个吗？早些做些三分，出点日草，最吃的这个。这个。沉淀一下就可以用了，就是喝这个水嘛，哈，喝这个水。是。哎，娃娃这边头干的活就是在外头叫被打。因为发放缘故，志工团队里不少人是第一次踏上黄土高坡。地瘠人贫的景象和四川物产丰饶相比，带给志工不小的震撼。其实我觉得我刚进此地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去访视，哇，这里超级漂亮，风景特好，然后可是他们好穷。以前师傅他们告诉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风景，他们看到的苦。90岁哦，90，刚刚好90岁哦。60岁了。哇，爷爷你好福气耶！看到这些乡亲住在这样的地方。我访视当下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很想逃跑。会觉得说，不想要承认这个世界还有这么苦的人在。当我们入户访视的时候，不但要看到他物质的世界，还要去看到他心灵的世界。那这样的一个心灵世界，才可以相互感动。几年了？家里有多少呢？当然是带着一份感恩心，啊，而不简简单单是一份同情心。夏天热不热的？我热透了，直接夏天暖和。他这是襄阳。夏天。贫穷家的孩子啊。我们是从小就是，自力更生嘛，自己干嘛。
什么事呢？我们俩爸爸妈妈很忙，我们就自己变嘛。我真的受气的，你要得知识在这个。这个冬天就是我们那天，比较闲，妈妈就是给我们缝补衣裳啊，什么，就做做一些门帘什么的。念完高中之后，我想打拼事业，不想上大学。就这两没说。上大学就是花钱比较多啊，就是我爸爸妈妈一时承受不起啊，我哥哥我姐姐还有我三个都得是上高中大学供不起。这你是不是把这足球场是塞着子的？先把你撇了。一男一女两口，对，这次还在往后推。好，在。来吧，这边。你们用走路过来吗？嗯。用走路过来。坐的车。哦，坐车坐多久呢？嗯。坐多久？坐的。有一个小时。哦。坐车还坐这么久，好幸福哈。我是在这学校念书的，听说你们要扶贫啊，所以我们看了一下，这里人比较少嘛，什么都干不过来，我和几个同学啊一起商量着，我们来帮帮忙。有，这边还有，没事。我想你们也很辛苦啊，那大老远的为我们送来福利，对吧？所以我想，如果让你们做，肯定也很辛苦。既然我们得到了福利，我们就应该付出相应的劳动，对吧？给大家发这个生活包嘛，帮这个打扫一下垃圾。这个活动不是前几天就听大家说嘛，我们想着这你们这个乐善好施，我们也应该献出自己的一点心意，帮助一下嘛。这因为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这学校周围的这些农村的孩子，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一种活动，让孩子学会感恩，回报社会。他这个实践活动要比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就切实。还好啊，祝你新年快乐，发挥着啊。更多的是这份温暖和爱，而不是简简单单这一点点物资。阿姨，你走前面，我们跟着你走。好，你走前面。每一桶油，每一份大米，每一件夹克，包括每一分钱，每一个志工，就是能参加这个活动，都是聚集了人事实地物这种因缘，很不可思议，所以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珍惜。自己也有来领这个冬令的这个物资吗？有。那你看到这样子的这些物品的话，对家里头帮助怎么样？帮助是很大的。我们今年是由于经济收入不成，所以我觉得很好。有实用吗？很实用的。我们很谢谢你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助人与受助之间，也因为这样的交汇，模糊了看似壁垒分明的界限，也让人重新思索付出的真意。伸出双手帮助别人的时候 XS 的两件你们从此不同，因为我们不再冷漠。
也就上人的话，在严寒的时候给他一件衣服，在他饥饿的时候给他一碗饭吃，做他的依靠吧。对，我觉得不只是帮助别人，最关键是在这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是自己的成长。就是在人最需要的时候给他雪中送炭，那就是给人帮助。当一个人他口渴的时候给一杯水，当一个人寒冷的时候给一件比较暖暖的衣服穿。一人玫瑰手有余香，帮助人是最大的事。帮助人，帮助我觉得是说在人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及时伸出援手，这就是帮助。就是帮助别人很开心嘛，很快乐，对，付出一份奉献和爱，不管是大还是小，让他感受人生的温暖。帮助人就是给人家带来快乐，就是一种善心的流露。我觉得帮助人就是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，然后让他们感觉到是有人在乎他们，然后知道他们生活比较痛苦，至少我们看到了，然后把这份关心表达出去。我觉得哈，帮助人就证明我身体健康。什么是帮助人？做他需要的事情。我觉得帮助别人不应该说是专门一些大事啊，我觉得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啊。甚至有时候我们要用心去看，去察觉每个人他的需求，然后及时给他伸出一个援手。改变生命，去改变他的历史。就是适时的、及时的，伸出一只手给他需要的。我觉得是给别人一种除了物质上的之外，给别人一种精神上的温暖。可能是一个拥抱，可能是一个提醒，可能是一份物质，或者说像我们平常给别人的微笑也是助人，因为他可能那时候就需要一个微笑。六口老头来祝福你，感恩了，感恩了。